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19年10月11日星期五，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有机会获得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的录制门票等奖品，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15时45分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5时，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2到19度之间，最低温在-4到-3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12度，最低温1度，提醒您出行的时候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外交部回应莫雷涉港言论风波，一如既往欢迎外企来华投资。铁路新运行图今天0时起实行，增开旅客列车160列。天津直播会昨天开幕，风雷飞行表演队再次上演空中芭蕾。江苏无锡高架桥垮塌，已致3人死亡、2人受伤，处置工作仍在继续。3辆车叠罗汉上高速，90后司机年少无知被处罚。省内方面，长春部分热企已做好准备或提前开栓。长春秋菜上市时间近半，部分销售点买卖出现新变化，城市环境整洁有序。国际方面，土耳其对叙北部发动军事打击，已造成多人死亡。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近来，美国一些官员、议员和媒体围绕休斯敦火箭队经理涉港言论引发的风波表示，中方正日益利用市场前景和商业手段操控美国企业，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进行了回应。耿爽表示，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营商环境持续得到改善，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最为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具体到美国企业，根据我看到的最新调查数据，9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在中国市场盈利，74%的中国美国商会成员企业计划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如果按照美方某些人的说法，难道这些美国的企业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吗？都遭到了中方的操控吗？这里我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包括美国企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我们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创造良好环境的政策不会改变，保护在华外国企业合法权益的政策也不会改变。同时，我们也会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积极与国际社会交流互动，也欢迎外国机构和人士来华开展交流与合作。据报道，苹果公司周三宣布将一款可以被香港暴徒用于追踪警察位置的应用程序下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理应予以反对和抵制。近来发生在香港的极端暴力犯罪行为，挑战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威胁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于这种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理应予以反对和抵制，而不是支持和纵容。耿爽还强调，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前提是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今年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之后，哪些线路会有调整？对旅客出行有哪些影响呢？提前了解一下。国家快速铁路网和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南京和南通启东的宁启铁路。调图后将首次全线贯通，全线开行列车达到41.5对。南京至启东间将首开7.5对最高时速16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新图实施后，经由广西境内的22趟旅客列车将进行调整优化，深圳北至桂林北多趟复兴号高铁列车将重联运行，太原南至长沙南的高698、高696次高铁列车始发中道站延长至贵阳北站，结束了山西和贵州两省间没有直通列车的历史。云南铁路有两大变化，一是大理至广州间首次开行动卧列车，二是昆明至北京高铁由原来的2对增加至3对，旅客出行有更多选择。去年底开通运营的京哈高铁成沈段，沈阳至朝阳复兴间运行的2.5对高铁列车延长运行区段。此外，济南站至日照西站列车运行时间由现图的3小时55分减少至3小时。青岛至烟台威海一站直达动车增加到5对，运行时间均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昨天凌晨，我国新建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空域调整方案正式生效运行，由此涉及的新建机场跑道重大飞行程序调整、重大空域调整和航路航线走向调整共同生效启用，这是我国民航史上最大范围的空域调整。此次大兴国际机场空域调整方案整体遵循单向循环设计思路，对部分航班量500架次以上的主干航路进行了平行单向化改造，形成主要国际国内干线航路来去分开隔离运行，在优化航路网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全国大部分地区空中交通流走向，均衡航班流分布，疏解航路拥堵点，提高了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这一次呢，我们配合大兴国际机场，我们进口改为8个，由原来的5个改为8个，出口由原来的6个改为10个，所以我们要把外围的航线也进行调整，所有的国际航路怎么跟我们中端的航路进行衔接。此次空域调整，北起中蒙边境线，南至桂林管制区，西起内蒙古西部，东至大连管制区，东西横跨1350公里，南北纵贯2200公里，调整航路航线200余条，调整班机航线走向4000多条，预计涉及5300余架次航班，新增航路点100余个，全国共有29个民航运输机场进行了相应的飞行程序调整。第五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昨天上午正式开幕，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415家参展商参展飞机53架。这其中最让人期待的就是由国产武装直升机直十和直十九以及首次亮相航展的直20直升机所组成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带来的特技飞行表演。这也是我国陆军航空兵主战装备继国庆70周年大阅兵之后再次集中展示。这里是第五届天津直播会的现场，在我身后，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8架直升机组成了密集编队，正在快速超低空登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飞行高度大概只有100米左右，现场的效果非常的震撼。那么这个动作也拉开了他们在本届航展上飞行表演的序幕。直20的直升机即将编队通过我们航展的现场。这边是一个非常密集的3级编队，高度也非常的低。这也是我们直20首次亮相直播会的现场啊，非常的震撼。直十的编队现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将要进行的是一个空中开花的科目。现在直十组成的是15米乘15米的超密集的编队，这个上帝视角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好，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编队的大角度爬升，仰角已经达到了70度。到顶点之后，4架飞机朝4个方向开花。哎，非常漂亮，非常的一致啊。我看了看最后这个节目是那个中心开花，特别特别震撼，特别特别震撼。尤其这个70天大庆以后，看了北京那个表演以后，再亲身感受这个亲临其境吧。一个是震撼，一个特别激动。震撼就是祖国这么强大，激动就是咱们能够生在这个时代。这次航展都反倒是一展示我们国家的飞机的这个性能，第二个呢，驾驶员的技能高超，
那不强悍。直二零呢，这次跟大家，这就是近距离的见面。作为航空人，我感觉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为祖国喝彩。本届航展上，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还将进行五场飞行表演，为观众带来持续的视觉盛宴。而在静态展示区，先进的无人直升机、未来直升机模型等也向公众展出，展示了我国在直升机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本届直播会上共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415家厂商参展，参展规模为历届之最，包括航空工业、空客、贝尔等在内的全球六大直升机主机生产企业悉数参展。参展直升机达到53架，其中参加飞行表演直升机达到27架，直 8G 运输直升机等型号将首次亮相，陆军航空兵火控雷达等现役主战装备以及武器弹药也将首次参展。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昨晚18:10左右，312国道上海方向 K135 处西港路上矿桥出现桥面侧翻。截止到今早的5:16，记者在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经现场搜救确认，桥下共有3辆小车被压，其中1辆是停放的车辆，里面没有人，另外2辆车上有3人已死亡。侧翻桥面上共有5辆车，其中3辆小车、2辆卡车。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事故救援指挥部发布的消息，经初步分析，上跨桥侧翻系运输车辆超载所致。前几天，首都机场公安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派出所接到中国联合航空机组报警称，由上海飞往北京的一架客机上，有2名旅客在飞机滑行入位的过程中，在机舱座位上吸食电子烟。民警经过调查之后，依法对这2名旅客作出处罚。把这个过程都说一下。飞机刚落地嘛。就有点不注意，拿出来抽了。我想着落地了，然后我想就抽两口。经初步调查，严某和刘某自称知道在飞机飞行过程中不能吸烟，但误认为在滑行阶段可以，于是怀有侥幸心理，在座位上吸食电子烟。在询问过程中，两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机上吸食电子烟，公安机关可对其认定为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可对其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处500元以上罚款。因此，我们对严某和刘某分别行政拘留7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子烟产品问世，对于飞机上为什么不能吸食电子烟这个问题，首都机场公安局发出了相关的警示信息。据首都机场公安局介绍，由于对电子烟的分属归类划分不明确，使用规范界定不成熟，加之许多电子烟销售的宣传声称可以在任何场合吸电子烟，误导了许多电子烟的使用者。据民警介绍，在飞机上是不允许吸食电子烟的，这种行为存在着安全隐患。首先，我们的机舱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在机上吸烟，它的危害物质很有可能会污染我们的机舱环境。第二点，电子烟在吸烟的时候会造成发热，易产生火情或者是爆炸，给我们的民用航空带来一些威胁。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飞机上的烟感系统是非常敏感的，尽管我们吸食的不是纸质烟，但是它产生的烟雾极有可能会触发我们飞机上面的这个烟感系统报警，给飞机的运行造成很大的不便。民警在此提醒广大旅客，民用航空器、机坪区域、航站楼内严禁吸食包括电子烟在内的香烟类产品以及携带易燃物品进入。请吸烟的旅客在航站楼前指定的吸烟区吸烟，以保障民航运输安全有序。继续关注道路上的安全。我们说呢，开车出行司机应该高度的集中注意力。日前，湖南龙山交警接到举报说，有人边开车边吃甘蔗。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男子左手操控着方向盘，右手拿着一截甘蔗，边开边吃，耳朵上还挂着一个塑料袋，吃完的甘蔗渣则直接吐到塑料袋中。接到网友举报后，龙山县交警通过车辆信息很快锁定了驾驶员袁某，随后依法传唤袁某到交警大队接受调查。
据袁某说，当时他带着家人和朋友从龙山前往重庆酉阳旅游，行至龙山县桂塘镇路段时，在路边买了几节甘蔗，边开边吃，因为觉得好玩，还让朋友拍成视频发布在网上。当事人虽说纯粹是拍照好玩，但这种行为本身已经有违行车安全，极容易因为分心驾驶引发交通事故，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62条，驾驶机动车时有其他妨碍行车安全行为的相关规定。随后，民警对袁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他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扣2分的处罚。接下来的事儿还是发生在湖南。10月7日呢，湖南交警在一个收费站检查的时候，发现一辆客车的行李舱装满了动物啊，这俨然就是一个动物园。最终，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进行处罚，责令其将所有的动物进行转运。师傅，我单位里面你偷了什么东西啊？动物啊？动物是吧？有哪些动物啊？兔子、狗啊。民警对客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一辆客车的行李舱装满了动物，俨然像一座动物园。经现场清点，民警发现车上共装有兔子24只、鸵鸟6只、野猪3只、豪猪3只、鸬鹚15只。最终，民警对驾驶员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进行处罚，责令其将所有货物进行转运。目前，该案已移交给林业部门进一步调查。黄金周期间呢，出行游玩的人特别多，但是也有很多人想借着这个机会多赚点钱啊。赚钱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不顾安全隐患，把自己和周边的人生命当儿戏，那就是严重错误了。在浙江的高速公路上呢，就上演了一幕三车叠罗汉大阵啊，车上装车，车上再装车，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在画面中可以看到，三辆货车以车上装车、车上再装车的形式叠在一起，这被交警戏称为三车叠罗汉。然而还不止如此，相同装运方法一共有3辆，交警从监控中发现后赶紧前往截停，只是前2辆在行驶到东阳时卸掉了，剩下这一辆正好被交警逮个正着。你们自己看一下，大家拉的货拉的车，你看看告诉我啊，安全吗？啊，不安全啊。交警了解到，三人从山东到丽水给老板送货，每人能赚2000多块。这三个司机还都是小伙子，一个96年，两个93年。被交警拦住后，也不知道是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不够严肃，整个询问过程都是笑嘻嘻，交警非常无奈，全程都是非常严肃跟他们讲解安全规范。第一，这种车不允许车，懂了吗？来，第二，超查，你不要命，人家要命的。你这个尾灯，你告诉我，不让人家怎么看？你站到后面，站那个位置，你去看一眼，你那尾灯能不能看得见？不仅如此，其中有一名司机还穿着拖鞋。半拖鞋，好好的事都让你整成不像的事。连开车不能穿拖鞋都不知道，难怪交警要发出灵魂拷问，你才考几年证？庆幸的是，这样三车叠罗汉没有造成什么事故，交警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理，每人罚款100元，并记1分。这俨然就是特技表演啊，真是太危险了，希望这3位90后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以后开车更要注意安全。再来看一个由于在高速逆行引发的案件。今年的1月21日晚上的7点多，一辆黑色的轿车呢，在四川境内的广巴高速公路上逆行18公里啊，与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轿车相撞，引发交通事故。近日，四川广元昭化区人民法院依法就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从当时的监控画面以及民警调查后发现，这辆黑色轿车从广元南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后，逆向行驶且车速较快，在广元往旺仓方向路段时与一辆白色轿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后，黑色轿车驾驶员弃车逃离现场，随后民警根据监控等信息确定了驾驶员为德阳籍男子高某及其藏身之处，于1月29号将其抓获。随后经民警进一步调查，高某有吸毒史。高某交代，其当天晚上驾驶车辆时轻生恍惚，上路高速公路后就掉头逆向行驶至18路段，并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
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所以就弃车逃离现场。事后，常一月、王元石就去南河某宾馆内。高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开车外出旅行的时候呢，有些车主啊，因为行李物品啊比较多，就在车外呢加装行李架来托运多余的物品。殊不知，这样不仅违法，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国庆期间，四川攀枝花交警在视频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样一辆改装过的小轿车。在将车辆拦停后，民警检查发现，这辆车的尾部除加装行李架放置行李外，还外挂了一辆自行车。车主为了表示自己没有故意遮挡号牌，居然还自制了一块放大号牌。后排座椅处的行李箱堆成了一座小山，遮挡了后窗，而后备箱里则坐着一只狗。此外，经检查，这辆车还逾期未年检。据车主李先生介绍，他准备利用国庆假期带着爱人和爱犬出去旅游，由于计划时间较长，带的东西较多，就在车后安装了行李架。随后，警方对车主李先生进行批评教育，责令他到最近的修理厂将违法加装的行李架进行拆除。而对于李先生逾期未年检的违法行为，处以记三分、罚款150元的处罚。继续来看新闻，禁毒民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因为不少毒贩都是穷凶极恶，有时甚至直接拿性命相搏。而面对毒贩掏出的匕首，湖北一名禁毒民警毫不畏惧，在以手挡刀负伤之后，仍追击毒贩1公里左右，直至将毒贩擒获。事发在10月7号中午，湖北公安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将刚抓获的一名吸毒人员送入拘留所后，又接到线索，一名贩毒人员出现在当地斗湖堤镇，身上可能携带有大量毒品。四名民警来不及休息，在经过连续5个小时的缜密侦查后，当天20时50分左右锁定贩毒人员吴某踪迹。在一个巷子附近，民警对吴某形成合围之势，要求其接受调查。吴某见状立即转身逃窜，民警立即追赶上去。吴某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挥手刺向民警。由于巷内灯光昏暗且空间狭窄，一位民警来不及躲闪，迅速用右手格挡防卫，手臂被划伤，鲜血淋漓。这名禁毒民警顾不上伤口，继续与吴某展开搏斗。吴某将随身携带的毒品丢弃在路边，边挥舞匕首乱刺，边夺路而逃。民警强忍疼痛，坚持追捕，并在同事们的合力之下，在约1公里外将吴某抓获。完成抓捕后，这名民警才前往医院接受治疗。负伤民警的右手臂缝了7针，在包扎完毕后，他又立即参与到对吴某的审讯工作中。民警从吴某身上搜出毒品麻果168颗，并在抓捕现场搜到吴某丢弃的毒品麻果800颗。对此，网友纷纷为这位禁毒民警点赞：“向真正的勇士敬礼，你是好样的！”为英雄点赞，愿您早日康复。目前这一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近日，在湖南贵阳各大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呢，热传着一段民警和市民不顾危险徒手爬楼勇救3岁男孩的视频。就在看到视频当中惊险一刻的时候，大家都为警民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而点赞。那天自行车是我那跟车在里爬到这个四楼，这是上面就走我那个走那个小孩子上来。提起前几天上午发生的那惊险一幕，欧阳国清依然心有余悸。那天他看到对面四楼防护窗上挂着一个东西，再细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个小孩在窗边挣扎，头卡在了防护窗上，孩子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欧阳国清的爱人彭荣清见状，立即徒手爬上高楼，用双手托举起了悬空的孩子，想让他减轻颈部的压力。我看着他就毫不犹豫，就背着那个钉子，那个梯子就爬上去了。他根本没考虑这个事，也没有想了，我就马上去，我就怕他掉下来嘛，怕他掉下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我就马上爬上去嘛。要小孩的家人没在家中，彭荣清一个人不能帮孩子脱离险境，只能一手托举着孩子，一手扶着栏杆等待救援。52岁的他手臂已经感觉麻木。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一位民警开始攀爬着向他们赶来。
就是当看到那个小孩子的非常危险的时候，作为一名警察，没想这么多就冲上去了。半个小时之后，奶奶买菜回家，三人终于里外合力将男孩救下。据了解，被救小孩仅是轻微擦伤，没有生命危险。远在外地的小孩家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后怕之余对民警和居民的义举深深感激。非常感谢这个邻居叔叔，如果不是他的话呢，我们家小孩子当时就非常可能有坠楼的危险。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我们家人都非常感谢他。警民合力救援的画面真的很让人感动，大家还是不要把孩子自己一人留在家里，特别是年纪过小的孩子。再来看有关动物的新闻，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呢，时常会有野生亚洲象群出没。八日的凌晨，思茅区亚洲象监测员接到群众报警说，听到了野生亚洲象发出异常的叫声。七点十五分，我就来到这地了嘛，来到这地方我也听见。这个就是想请大家来救了嘛，这个树，这个大池子的树响了嘛。我以我的猜测是，大象光临噶了，群象不在了嘛。我得转过来嘛，转过来就得看看见的，就是在塘子里跑了嘛。该蓄水池深约4米，当时积水深2.5米。杨忠平赶紧将情况向上级部门进行汇报，随后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由于附近还有分散的野生亚洲象群，为确保人员安全，工作人员全程用无人机对周围环境进行监测。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调来一辆挖掘机实施救援。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挖掘机在水池一侧挖出一个缺口，最终将被困池子里的这头成年野生亚洲象成功解救出来。亚洲象从水池中爬出来后，在周边稍作停留，就匆匆返回到林子里。工作人员猜测，这头亚洲象掉进蓄水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象群集中饮水时拥挤导致。据了解，这个蓄水池是当地村民的必需品，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工作人员说，野生亚洲象群有自己的活动区域，一般不来这里取水。那么应该怎样避免此类突发状况再次发生呢？比如建一些这个防护栏或者是防护墙，把这个安防设施建起来，才能够确保亚洲象的安全，同时还能够确保群众的安全。日前，科考人员在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观测到了罕见的大规模犀鸟集群现象，场面十分震撼。画面中，这些正在展翅翱翔的大型鸟类就是犀鸟，它们长长的大嘴占了身长的1/3到一半，头上长有一个盔状突起，就好像犀牛角一样，故名犀鸟。犀鸟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我国仅在云南、西藏和广西有少量分布，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每年的9月份，完成孵化幼鸟后，犀鸟会集群到一起生活。它们会集群觅食、栖息，直到来年的2月份再次进入繁殖季节，犀鸟们才会分开哺育下一代。经过几天的观察，科研人员基本确定，该区域花冠皱盔犀鸟数量约90只，双脚犀鸟数量约30只。该集群也是截至目前国内观测到的最大犀鸟集群。此次犀鸟大规模集群，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犀鸟数量在我国的增加，体现了我国对犀鸟及其所处生态环境的保护成效。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天气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冷空气将频繁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低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东北等地将有4到5级偏北风，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可达8到10摄氏度。这股冷空气过后，12号夜间到15号又将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届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中西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降水方面，未来3天全国降雨范围不大，主要出现在云南、贵州、湖南等地，这些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3号夜间至15号，降雨范围将扩大，陕西南部、四川盆地、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和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北方地区寒意渐浓，大家要注意保暖。陕西南部、四川盆地、湖南西部、贵州等地需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吉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10月10日15时45分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中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区火险迹象等级为3级，请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措施的落实和扑火准备工作。广大群众要增强防火意识，在生产和生活中注意安全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野外一切违规违法用火。再来关注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2到19度之间，最低温在-4到3度之间。长春市气象台昨天上午10点10分发布寒潮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长春市气温明显下降，大部分地区的降温可以达到10度以上，请您出行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随着气温的骤降呢，供暖问题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昨天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几个大型的供热企业，了解到今冬的供暖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为了迎接今冬供暖，许多供热企业从夏季就开始着手准备，管网检修和维修改造工作早已按照计划有序进行，供热缴费大厅不再人满为患，微信、支付宝等网络支付渠道正式上线以来，供暖缴费也已经进入了移动支付时代。同时记者了解到，有多家热企的检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供暖工作准备就绪。据了解，长热集团东岭事业部在网面积达570万左右，涉及36000户居民家中的供暖工作，长热集团已经做好弹性供热的准备。与此同时，大唐长春热力公司的站内注水工作也已经完成。据了解，大唐长春热力公司供热面积近2000万平方米，管网容水量达5万吨，目前东西部管网已具备冷态循环条件。除此之外，从9月25号开始，同心热力集团的246个泵站陆续开始了冲水工作，现有190个完成冲水，冲水率达77%。吉林嘉润热力也已改造更新水泵12台，更换阀门108台，检修各小区阀门1860台，已经具备开栓供热条件。工作人员也提醒市民要留意自家管网，如发现管网泄漏，应及时联系热企，也可拨打24小时公用服务电话12319，查询所在热企电话进行咨询。从10月1日到10月25日是今年长春秋菜上市的时间，178个销售点分布在次要街路、碑街小巷、居民小区、早市场。昨天记者走访了长春市2个秋菜销售点，发现买秋菜和卖秋菜的都比往年有所减少，一起到现场来看一看。10月10号，距离长春市秋菜销售的规定时间已经半程。上午8点，记者来到了长春市朝阳区化店街秋菜销售点，面对成堆的土豆、白菜、大葱和各种腌制咸菜所需要的秋菜，百姓购买的热情却大不如往年。随着气温的持续下降，菜农们的心也好比降温的天气，迎来了一天比一天凉的时刻。没有每年好，还是蔬菜今年没有每年多，
买的量还可以。现今天的秋菜我感觉就是不便宜，现在你买啥你和市场价钱都差不多，现在你放楼上很多也就坏了。所以今年就没储秋菜了？没有，不储。记者来到长春市二道区经纬路与福安街交汇的秋菜销售点，不管是商贩还是买秋菜的居民都不是很多，相比往年买卖秋菜时路口的拥挤热闹场景显得有些冷清。近些年随着城市生态的不断建设，配套服务越来越便捷，潜移默化下人们存储秋菜的习惯也在慢慢发生变化。记者发现居民购买白菜、土豆、萝卜等传统秋储菜的数量相对减少，小品种秋菜购买量却有一定的增加，常用于腌咸菜的地姜、雪里红、萝卜等小品种秋菜仍有着自己的刚需。单位食堂我们买白菜、大葱、胡萝卜，芥菜、尖椒、茄子、黄瓜、雪里红、土豆、地瓜、萝卜，就基本上有的秋菜的样就都得买全了，就是啊。因为什么咱们要买这么多？这个食堂用秋储菜，在是属于咱们东北的一个习俗特色了，就属于啊。菜农告诉记者，问价的看热闹的多，真正买的人少。与往年一样，购买秋菜的大多都是老年人，而且现在菜市场和超市里的新鲜蔬菜一年四季品种丰富，方便实惠又保证了蔬菜新鲜安全，所以存储秋菜的需求越来越少。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买秋菜、晒秋菜成了很多家庭的一件大事儿。在秋菜上市之后呢，忙的不只是囤秋菜的人，还有长春市市容环卫系统也迎来了一年一次的卫生大考。为了让自己的秋菜能最快入大家的眼，不管白菜还是大葱，菜农们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成堆的土豆也是经过挑选，个头平均而饱满。10月10号，记者走访长春市朝阳区化店街的秋菜销售点时看到，菜农们在忙着卖菜的时候，环卫工人也在忙着清理掉落的秋菜垃圾，秩序井然。在大葱摊前，对于百姓摘掉的葱叶，菜农也整理到一起，随着环卫工人不定时巡查卫生，这些葱叶也都被清理干净。洗之前肯定在地里都把土或者是一些埋的东西都收拾一下，收拾比较干净了，要不到这儿来不能把尸体整得太埋的，是不是？有时间的时候我自己就清理了，完了垃圾车来过来我就放垃圾车上。一边卖菜不一边就收拾了，这个干净，市容干净，这么瞅着得劲儿。近几年长春市场上的秋菜实行净菜上市，并大力提倡秋菜垃圾还田，入市前应去掉老帮烂叶泥土修摘干净，入市时菜农要自带清扫工具及时清扫，秋菜垃圾要装袋带出城外。由于净菜上市，环卫工人们都表示工作减轻了不少。每一个那个秋菜的销售点配备了专门的4轮电瓶车、3轮电瓶车以及那个清扫人员，但是呢不光我们的清扫，菜农呢很自觉的，然后自己及时的清理，我们呢也是环卫工人做到日铲日清。为了及时清除买卖秋菜产生的蔬菜垃圾，减少垃圾产生量，对拒不清运垃圾严重影响环境卫生的人员，市容环卫部门将依据长春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针对今年的大气污染形势，我省将在今冬全面打响秸秆禁烧攻坚战。秋冬季是吉林省大气污染最严重的时段，生态环境厅牵头制定了秋冬季秸秆禁烧、犁田计划烧除三个具体工作方案，狠抓禁烧关键环节，坚决守住重污染天气和空气质量达标两条底线，明确了四个禁止的重要工作，即禁止在禁烧区内烧除、禁止在限烧区内无序烧除、禁止在不利气象条件下烧除、禁止在重大节庆活动期间烧除。同时要求各县市区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露天禁烧秸秆行为，对于造成大气污染导致财产损失、引发安全事故等严重后果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昨天2020幸福中国年吉林省青少儿电视春节晚会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举办2020幸福中国年吉林省少儿电视春节晚会，旨在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为孩子们搭建一个放飞梦想的舞台，更好地实现我省少年儿童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采，同时也给孩子们提供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和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本次活动吸引了省内多家教育机构，晚会预计2020年一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进行录制。
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十日下午，2018年和2019年两届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分别荣获该奖项。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九日晚宣布，在进行多个小时的空袭和炮击之后，土耳其军队开始在叙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另据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方面的消息，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至少5名平民和3名叙利亚民主军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十平民受伤。根据土耳其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作为和平之权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军队以及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国民军已开始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发动地面进攻。另据土耳其一名军官介绍，在进行数小时空袭和炮火攻击后，土耳其军队已通过4条路线进入叙利亚边境城镇拉斯艾因和泰勒艾布耶德。对此，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方面说，当地时间9号深夜，他们击退了一波土耳其地面部队对泰勒艾布耶德的攻势。9号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武装部队当天对叙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等武装发起代号为“和平之拳”的军事行动。土耳其方面表示，此次行动旨在防止在土耳其南部边境建立恐怖走廊。而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9号报道，土耳其的军事行动造成叙利亚北部基础设施损毁，大量民众被迫出逃。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航空公司发表声明，将波音737 MAX 客机的复飞时间推迟到明年1月。此前，该航空公司已经多次推迟737 MAX 客机的复飞时间。美国航空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航空公司预计即将对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进行的软件更新，将会让这款飞机今年晚些时候重新获得认证，并在2020年1月恢复商业服务。声明中还提到，该公司一直就此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以及美国交通部保持联系。另据《华盛顿邮报》当天报道，虽然美国航空发布了这则声明，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官员仍然表示，目前对于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何时复飞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也没有给予航空公司一个何时解除停飞的日期。去年10月和今年3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各有一架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失事，之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停飞了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目前认为，两起空难均与客机自动防失速系统、机动特性增强系统被传感器数据错误激活有关。停飞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给航空公司带来巨大压力。以美国航空为例，该公司拥有24架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并另外订购了76架该机型客机，每天有约115架次由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直飞的航班被取消，还有一些改由其他机型直飞。仅此一项，2019年第二季度美国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1.85亿美元。为防止因线路故障而引发的山火，美国电力企业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宣布，从9日起陆续切断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内大约80万用户的电源，这是加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预防性断电。据报道，加州正处于持续多风干燥天气，由于担心大风会将电线吹动并产生火花，从而引起山林大火，因此加州采取局部断电防火措施。据介绍，目前大约2万用户已经被断电，接下来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还将陆续在加州34个县采取断电措施。加州政府还提醒当地居民，断电期间交通信号灯也会关闭，机动车主要注意驾驶安全。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在加州的断电措施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与指责，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指责电力公司的无能，认为他们的电力设施无法对抗强风，还有网友对政府部门允许电力公司对80万用户断电表示不解。加州每年都会发生多起山火，去年11月，加州北部遭遇山火，造成85人遇难，
重灾区天堂镇几乎被烧成废墟。经加州消防部门后来确认，这场山火是由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拥有并运营的一段输电线路引燃的，该公司为此要对遇难者家属支付巨额赔偿金。9日，德国东部城市哈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两人重伤。目前嫌疑人一名27岁的德国男子已被捕。警方说，他在社交平台上直播了此次袭击，并发表仇视犹太人的言论。哈雷市警方说，犯罪嫌疑人开枪打死两人后驾车逃跑，警方封锁了案发地周围区域和当地火车站，并出动特警巡逻。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被逮捕。德国媒体公布了一段据称是案发时在现场拍到的视频，有目击者称，一名戴蒙面头套的袭击者开枪射击并投掷手雷，事发地点临近当地一座犹太会堂。据称，袭击者开枪前曾试图进入这座会堂。警方还证实，哈雷市以东15公里的兰茨贝格当天也发生了枪击事件，但对于这起案件，警方没有给出更多细节。哈雷市枪击事件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哈雷和兰茨贝格警方都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要求民众留在家中，远离门窗，并保持警惕。在一些国家，电动滑板车最近成了很多上班族、学生，甚至是一些游客的环保代步工具，非常受欢迎。然而近日，德国警方在慕尼黑啤酒节期间抓获了数百名酒后骑滑板车的人，并且没收了250多人的驾照。需要说明的是，在德国骑电动滑板车所需的驾照就是平常开汽车使用的机动车驾照。根据当地警方7号发布的公告，9月19号到10月4号，慕尼黑啤酒节期间，400多人因酒后驾驶电动滑板车被警方抓获，其中超过250人因血液内酒精含量超标被没收驾照。从今年6月开始，德国批准电动滑板车成为合法交通工具，并把它归为机动车，骑电动滑板车必须有机动车驾照。这意味着警方用来判定汽车酒驾或醉驾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电动滑板车。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晴，12到1摄氏度，白城晴，14到1度，松原晴，13到3度，四平晴，15到2度，辽源多云，16到1度，吉林晴，13到2度，通化晴，19到3度，白山晴，18到2度，延吉晴，18到0度，长白山多云，19到-4度，长春晴，12到1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再见。